就是外三角，内三角。你向我发一拳，对，向我发一拳，然后下来，这个手向上，托住他的蹬，啪上打住。小擒拿，就是用自己的右手进行旋转，拿住，左手卡住他的右，就难来了。哎，一难来，这个手往上，你看，一捧他，这就打上。